地是一方面，也毋过传染病的卫生防治才是关键。贴身观察，目前因为冰城已经多城来拢无充足的疫地，通予百姓适应，所以这个传染病才会这么啊快速。天后，水灵将我来洗净啊，心心清净。不着急用命，难舍珍宝，大病重生。红飘，那呢？这意思是天后。金本红地土黄两地，土地烟一地，火焰红变形。请天龙温顺，予我建设一千个的驿地，提供予民众使用。我便发愿，为一千个不方便自己洗身的人服务啊！红袖，慈悲为怀愿力有啊，请为付出代民忧，真心。修建一千个驿地，是要救灾。万岁！万万岁！孝义身体感好，回禀内亲王，皇后才倒睏去。既然睏了，就莫吵伊。什么人伫外口伫讲话？回禀皇后，是阿伯内亲王来了。紧请伊入来。是。皇后请内亲王入来。阿伯向母后请安。阿伯，你
行者阿妈，你哪也袂休困？看母后的身体这么虚弱，如你我，安怎困得起呢？身体啊，我不要紧，我是这阵啊较无闲，伤过忝，我若休困一下就无代志啊。对啦，阿伯，母后爱你四处，去监督各地用地建造的情形，唔知因的进度如何？各地用地陆续都已经完成啊。所有的空间与设备，拢依照你的意思建造，请母后放心。安尼就好。母后，你的心、心，拢已经这么疲倦了，怎会还搁在烦恼这的代志？一路离之间，不如你也是先休困几天啊。西药、化牛这的代志。就交予努力去办就好。监督建筑一地的代志不可言辞，尤其是发华时代那座大玉地，至今还阁还未完成。不但如此，你还得阁帮忙天皇计划建筑东大寺，甲各地各分寺的工程。怎么讲？何况你还阁得爱找时间，对大同倒转来结臂亲臂，去向因学习礼记、汉书等等，还阁得爱去献佛寺，向献奉师父学习佛教经论。你哪也有时间，通来施药甲发药呢？是。母后啊，这万行的任务，接招啊！其实你离我最近常常在想，咱为什么要做这么多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忝？敢讲咱就袂当停落来休困一下？休困？阿伯，敢讲你袂记？普贤菩萨经上记所说，时日既过，明日随减。如消水去，事又何弄呢？哇，我的好红女啊！是命啊，林江，
性命，总有大汉的一天，过一天，减一天，真多代志，那是无赶紧做是袂好啊。要唔过，阿伯，虽然如今我贵为皇兄，但是在这个皇宫的环境内，作为一个母亲，我感觉真惭愧。我也无教你什么，甚至未来我嘛袂当留予你什么。假使有一天我若有代志，也袂好甲你交代。至少你嘛有看到，也阁会记得咱曾经做伙做过这个代志。不孝，我出世注定。受左右，你不该真，真是所当。九弟看见，不孝，你敢知影？其实我有时阵恨不得你不是不孝，我不是红女，安尼。咱就唔免逐天过着不自由的日子咯。弟子目了了，阿妹，你即摆的想法甲心情，我年轻的时阵嘛捌安尼想过，也毋过，我即摆相信，每一个人来到世间，拢有伊的任务。而且，这是由不得咱家己会用的做选择。咱有咱的任务，由不得家己选择。是，想当年，天皇打破立后不出皇族的惯例，独排众议立我为皇后。最近已经够有心。要立女儿你为皇太子，假使那是成真，这将是皇上在历史上首次立女子为皇太子，甚至你未来就要嫁为女天皇。也不过女儿我并无愿意如此啊。不管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，这些事情原本都是你和我无法度改变决定的事实。而且唯有如此，咱唯一会当做的就是尽力去完成这个任务，敢不是？尽力去完成任务。也唔过我，努力啊！所以普贤菩萨伊有佫讲：动情精进，如久挑炼，但念无常，心无妄念。你就应该爱好好学习精进，做好自己该做的代志。日子唔通空过，其他的代志，你着顺其自然，顺其因缘啊。这道理明白了，那安尼夜已经深了，不孝你较早休困，保重肉体，努力着先顾体。
两年啊，病患愈来愈少，百姓嘛慢慢恢复往日的生活，实在是使人感觉欢喜甲阿福。凤兄，你为着要替来世界的民众服务，日日操心，起早贪黑，形体减瘦，阮大家拢真烦恼呢。这两年来，你总共嘛已经服务999位的民众，若是想到你当初所发的愿，马上就要圆满，大家拢真欢喜哦。一位也好，一千位也好，对我来讲拢总无重要。我紧将药粉压落去池中，马上就要开放个民众入来啊。是。内面拢摒扫清气，时间嘛差不多，马上开放个民众入来吧。是。各位，请随我入来。爽快，哦，老人家，哦，你人是安怎？我甲你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啊，都我的子女吼，每天都爱落田去耕作，啊，都无时间找我来洗浴，啊，我已经几啊天无洗啊呢，哎呦，实在袂快活。原来是安尼，老人家，你放心嘛。也你不用多虑，心有气有，我来放心，你莫担忧。安心洗浴，好来享受，子女保温哦。什么呀、啊？你要帮我洗？是啊。哎呦，啊你哪有好意思？和你来奉侍我七十岁老太婆。老人家，要阮父你要往生啊！己所答应，用用之恩，阮难报。先接到祖海，回报众生，阮应该。佛道在菩萨戒经中间有说：一切男子是五福，一切女人是五庙，一切众生皆是福庙。所以，我嘛是你的女儿。做子女来侍奉娘亲，这是天经地义，你着安心放心嘛。真实的呀，啊，那安尼就麻烦你哦。来，凤秋，也是好我来洗。啊？凤秋，原来，哎呦，不过不过，哎呦，这老太婆是真命。啊，哪会当讲哦？你尊贵奉光明奉孝来为我沐浴啊，老人家，请去。